若然你能夠成功彈到 intro 之後，睇我呢個第二輯咧，咁就彈埋落去啦。可能你已經飛咗，跟住就唔理，直接唱嗰段。OK， 呢段唱咧都幾乸嘢，咁咪諗下點教啦，我都要，因為好多 chord 啦，咁啊應該用翻我平時嘅教法喎，編一啲特別啲嘅 chord 俾你。第一個 chord 係 C， 咁啊唔玩獨奏版啦，獨奏版你可以自己試下玩。咁如果開頭咧，第一個玩法咧，我會自己玩食音嘅方法，咁喺新課程有教過嘅。左手依然係玩151或者11，視乎我想呼定唔呼嘅啫。咁然後右手五音係高音，即係食個五音，佢一定要放喺高音位置度。我可以玩最簡單嘅 C E G。学着篱笆边的蒲公英，我可以咁玩。OK， 咁但係咧，我想玩得好聽咧，我可以加個 C add 九落去。咁本身首歌係叫 C chord 嘅。我自己編，我 add 咗落去，咁兩個都可以。我玩 C D G， OK， 跟住 bass on B， 即係左手攞緊，加埋上個巴。OK， 咁我玩一個4/4，好簡單，一個巴兩個 chord， 即係 C 兩下 ，C bass on B 即係 G 啦 ，bass on B 兩下。OK， 跟住去到 A-7，你可以用食音嘅方法，左手玩翻151，或者右手一音食個一句啦。OK， 跟住 A-7 based on G， 一音照食，唔理佢 G chord 落去。OK， 留意呢一度，即係頭兩個巴，只不過係左手玩緊 C B A G， 好簡單。OK， 留意下我玩得好聽嘅 pattern， 一共玩咗
咁開頭成段我玩四拍四嘅啫，五分鐘好彩啫，好繼續。咁我玩四拍四，聽下個效果點啊？B 段玩 broken chord， 甚至乎你應該要玩到一個八，每次都轉一啲嘢。譬如話我玩一個開頭啊，第一個八我玩一下嘅，咁得又第一個 chord 啊，冇第一個八，第一個 chord。哒哒哒，就咁樣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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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這個 chord 我要 broken chord， 這個 chord 我要落呼一下就算啦，咁樣樣即係呼一下 broken chord 落去。咁我會每個 chord 都唔同，咁各位你會話咁樣記都幾難記。咁老實講，我都係即興 feel， 即係我想呢一下多啲，我想嗰下少啲。你可能叫我轉頭彈，我已經有唔同咗。咁所以你要去試下咁樣玩，其實你中意點樣彈都得，冇所謂嘅。咁你會話一個 broken chord 我係點 block 法咧？其實就好簡單嘅啫，譬如我 C chord 咁嘅。我主要可以玩四下 ，one and two and， 就係將嗰四個 chord broken 咗佢 ，one and two and B chord， 咁樣我哋第一下係 full 嘅，第一下 broken 嘅。偏向唔想下都每個 chord 我俾死你一啲音點彈，因為真係冇必要。其實可能你彈得好辛苦，有啲位我會可能我攬到隻手幾廿度咁樣，你點彈咧？跟唔到咪？你反而用用你嘅方法覺得近到 OK， 因為我成日都話你咁你彈呢度彈 C E G G C E， 同你彈 C G C E G 分別彈，大家聽唔聽？分別大嘅嘛，咁但係 C E G 對佢嚟講可能彈得好啲，所以可以試下自己編。每次我都講話喺份譜上面，你自己寫翻你哋揾到嘅音出嚟，咁就 perfect 啦。OK， 咁後邊都係咁樣玩啦，都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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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啲曲一唔一樣啊，唔變啦，係咪？去到副歌嗰度啦，就係同 intro 一樣嘅 chord 嘅。喺呢首歌咧，如果想玩得好聽咧，我會建議開頭都係玩 broken chord， 第一段 A 段我玩一個靜嘅一下就算啦。哒哒哒，噔哒哒，噔哒哒，一三四，哒哒哒哒，噔哒哒，哒哒，哒哩哒啦，噔哒哒，噔哒哒，噔哒哩滴啦，噔哒哒，哒哒哒。好，第二次 ，broken chord 是什么？四去彈，所以開頭如果你一開波就懟四拍四咧，你後邊就真係呼唔起嘅。OK， 咁但係咁依都講下後邊我會彈咩音先啦。去到一起長大的個的字咧 ，F major 7咧，我玩一個
F chord 左手八度一五一，右手八 A C E 經常用呢支係。咁我見到呢啲 chord 全部都係咁樣，幾多對自重愛到幾多歲？C 俾佢，跟住 G chord 我哋玩個 G B D 俾佢 ，OK E minor 玩 E G B D E minor 7 A minor 玩個 C G 俾佢 A minor 7 D minor 7 D D F A C， 跟住 G， 接落個 G 俾佢啦 B B D G， 跟住 C。其實一樣啦，呢啲位咧，甚至乎玩 broken chord 都好聽嘅。有得啫 ，OK， 你可以係。你熟了之後，全部都係咁樣玩，所以好簡單呢段嘢。OK， 佢個 chorus 全部都咁樣彈，你可以 O O R 喐咗，冇理佢住啦。OK， 要先唔知 ，OK， 咁跟住就得人仔咁，咁跟住就係喐完之後自動即埋機嘅，好衰咁樣樣。咁但係都已經講完啦，可以試下練咗一個伴奏版加埋個 intro 先，轉頭加埋一個中段俾你。中意嘅話喺個 Facebook 問我哋，我頻道都可以。每個禮拜六我都會有一日咧，係夜晚八點鐘就係玩一個 live 嘅 Google Plus 嗰度唱曬，喺 Facebook 度睇到。中意嘅話可以到時問我問題，我得嘅，我可以即場解答你嘅問題。